等等，吴心意在哪里呢？刚刚那个换豆花的有拿吗？有哈，他说在一楼，然后口袋蛋也没去啊。哇！平安一楼玻璃屋，对，一楼玻璃屋有换豆花，然后换豆花要再买东西吃。一楼，刚安利好这小礼物。一楼玻璃屋是咧讲迄边遐遐。你滑步车咧？你的滑步车在哪里？还有在吗？好，爸爸。啊，等一下，我们换去看那个水的故事。你看过吗？还是用想象的？对啊，我想象的。请不要自行脑补好吗？刚刚有一个小孩，好了没？好了没？怎么还有？好了没？那个是看电影的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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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一一再次。玻璃屋是这个吗？甜品呢？一一在这里哦。在这里要吃冰哦。已经吃过冰了。真的吗？你不要吃了。